你是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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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家己讲你是狗，阿做笑的，你家狗母啊！拜托的，你甲千面人咧做代志，对无？伊讲啥你做啥，你唔听伊话，伊叫你食就食，叫你加你就加，啊你唔是狗，不是惊我？ 你莫白乱谈哦，先帮我丈人走，看伊想要创啥，咱大家会当好好参详。你两丈人是要创啥，敢无好料？你，那会无好？你的嘴遮尔硬，若无你丈人爸伫边仔做肉店，你敢会乖乖开嘴？伊啥了也无准，唔免惊，想要讲就讲，无想要讲就莫插味。 你若是无要甲你亲生爸爸叶文聪的下落讲出来，我就会杀死你丈人爸。就算到时阵，伊搁安怎有气魄，嘛爱装一米棺材内底。哎，你甲我写了无准呢，哈！拜托你写较准的啦，哈！莫甲我吓惊啦，上次因阮一工尔啦，写较准的来。你真正是找死的哈，来啊！阿公，阿公，不成，不要紧啦，爸。既然伊想要知哦。 阮爸的消息，我就甲家己讲啦哈。安尼就对啦。恁丈人爸的性命应该无比一个消息搁较无价值啦。我甲阮爸的消息下咧一个保险箱内面，你若想要知影，想要知，我亲身带你去。你真正多做我就讲的，我若是带你去，唔就拄好有机会，互你逃走。啊，无你到底是要安怎？ 你甲我讲保险箱的密码，我有地点。若是你无骗我，我就会帮恁找。若是到时阵你咧讲白贼，我就会互恁两个做伙死，做伙到王雅慧过中秋一家团圆。志成早就想到有这种情形，我阁叫伊是讲伊想伤多，想要到即马真正好心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？ 志成，若真正发生代志，伊会甲歹人引来这个所在啊！对。诶，真是有人来啊呢！我甲电话关掉，咱离开。哦。 叶志成这届确实是真闹事，坑哦！叶志成竟然搞我骗！ 你再过来就是。你莫乱来哦。是恁家志成带走的，还阁有阮爸，嘛伫恁的手头着无？恁到底是啥？你的问题敢会伤济？你只要听我的，乖乖回答就好啊。你是安怎会伫咧遮？阮来找客户的，敢袂用的？你讲白贼，是毋是叶志成爱恁来遮埋伏的？哼，听你安尼问就知影。 志成真正伫你的手头，对不？无毋对，叶志成互阮掠起来。即摆我你回答我，
你到底有啥在吃？没得啦！啊，好好好，我讲我讲。志成哦，早就跟我讲过了啦。伊哦，但要这保险箱内底有藏重要的物件，伊嘛知影歹人一定会来提。我讲煞，亚芳，你会当放开啊吧？会当放开啊。啊，不过你先替我把保险箱拍开。既然燕志成拢已经安排好啊，那安尼伊一定会甲你讲密码。无唔对。我确实知影密码，也毋过你先甲亚芳放开嘛。你先甲保险箱拍开嘛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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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拍开，安尼应该袂。志成哦，早就知影恁家人会出奥博啦，所以伊踮咧保险箱内底哦，藏这物件。安怎？会惊无？若会惊哦，就紧甲伊放开。林东这天的生，官兵抓强盗，迄个是真的枪，假的枪，我敢分袂清。无唔对啦，这支哦，唔是真的枪，因为哦，我袂做犯法的代志。不过你敢知影这支枪机啊？啥做会藏在打火机啊？内底装的是汽油，无唔对，我跟你讲哦，这若叫用烧着哦，迄比着枪搁较严重哦。你，紧甲伊带掉，要不就找到之前迄个温爸。哦。叶志成。你既然敢骗我，你早就设计好啊，要把我骗去遐。先诺，你的药都是什么人药？你卖搁假啊！你当作你头壳足巧的对无？啊，不过迄招对我来讲无路用啦，伊是无可能抓到我的。你敢有想过有种可能是，伊不是抓得到你，伊是故意帮你走？抓到啊！林奈，出来！我跟你讲啦，亚芳哦，早就踮咧你垃圾啊内底藏追踪器啊，所以讲哦，就算讲我没抓到你，我嘛找到你。嘉玲，你，伊不是真正的嘉玲啊，伊是嘉玲的双生姊妹。这段时间发生真多代志，都是咧变鬼变怪。那真正是嘉玲的姊妹啊，你想要做新官遐尼啊凶？你做遐尼多歹代志，害遐尼多人，是要创啥？你的小妹王亚辉已经死啊，严格来讲，王家甲亚家根本就无关的，所以我可肯定，还是要插手较好啦。相公亚家甲王家无关系啊，志成是我上疼的仔婿，严家的代志就是我王家的代志啦。阮爸讲的无问题啊。而且你今麦已经给阮抓到啊，看你阁会当活唱秋。卖唱秋的人是恁啦，我伫咧业界遐尼久，你当作我拢无要保险？无，你讲这句话啥意思？我伫咧业界已经替老太太泡茶几啊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咧阿妈的茶内面下了啥物件？你有影有巧呢？我讲头你就知影袂？我唔对，恁阿妈已经中毒啊！恁若是敢把我唔是张嘉玲的代志讲出去，恁阿妈嘛无存活这时间了。你敢敢伤害阿妈？无伊到底干嘛？下什么药啊？有解药无？解药伫倒位？你敢算我嘴皮？你当作我会甲解药啊？好你啊！志成，
卖插鼻啦，先给抓回来，看要怎处理再讲啦。抓回来，这是千面女郎的地盘呢，是您讲要来就要来，讲走就要走。无你是当安怎？我是袂当安怎？啊，不过外口楼卡的人应该袂放恁走。好，我那些交换条件。我三个走，我家己一人留在这陪你。志成，爸，我相信阮爸还佫有大姐因，因为着我的安全会配合你，绝对袂甲你真正身份讲出来。啊，那你只要把解药摕出来，会当阿妈平安无代志，我就配合你，找着阮爸。我开出这么好的条件，我相信你应该袂有意见啦。那是是袂歹啦，有时间你嘛带阮去恁家行行嘛。好啊好啊好啊，那有啥物问题啊？啊，不过吼，我最近会较无闲啦，啊，可能陪你的时间会变较少，啊，你阁少谅解一下。你今次无闲啊，会阁较无闲哦。啊，你是无闲啥啦？啊，我迄水产公司是甲朋友做伙做的啊。啊，利润阁少，啊，我会感觉吼，最近啊，就是咧做一个啥物投资企业，叫小金球。啊，简单来讲啊，就是甲大家的钱哦，圈起来集资落去投资一项物件啦。啊，所以我毋敢想讲拼看卖啊。集资投资，听起来敢老鼠会咧？哎呦，我袂去买迄落无正经的物件啦。你爱相信我会敢讲，我即马拼的吼，拢是咱的未来呢。啊，这段时间哦，你搁较委屈的啦。我会证明予你看，你的等待哦是有价值的啦。较甘愿的啦。对啦，阿姐，你最近毋是有介意一个查某囡仔？家暴鬼点子就多呢。你当参详看卖啊，看要安怎处理？安尼无啦，我甲对方拢也未正式熟识。所以你的进度就要较紧的啊！等你熟识伊哦，伊早就互人约去啊。啊，你敢有迄个查某囡仔相片？安怎？有想法无？我安尼看，这个应该。无啥好用哦，无好用，敢会？啊，不过伊外形看起来足大方的啊。我安尼看哦，嘛感觉会足大方的啦。啊，不过愈大方的查某囡仔哦，佮愈侪人介意，愈侪人要约啊。啊，你的竞争者哦，是毋是愈侪？啊，你也要为伊面头前安尼脱颖而出哦，佮较困难啦。啊，想讲你敢知伊咧做啥呀？伊咧做水产，送开。水，安尼敢会熟识啊？哎呦，全台湾做水产尔济，我哪有可能大家拢熟识啦？啊，不过查某囡仔做水产吼，一般拢是真会食苦的哦，所以哦，应该真好。对对对对，我嘛是安尼想。家宝，我跟你讲吼。阿姐吼，平常时啊拢伫读册较济，啊较唔捌甲查某囡仔讲话啊，所以以后吼。拜托伊，帮我加出一寡主意，安尼好无？我先想办法哦，甲伊熟识看卖啊啦。啊，若无到时阵，予你错误的资讯，安尼我阁耽误着阿姐的青春，啊，着歹势啊。多谢。我看安尼啊，我替你约医生，大家记一下面哦，才无甲伊讲一下，应该就知影，伊要安怎甲伊斗相共。